今天是我们来自全国所有的顶尖的好手，来到云林县，大家来切磋交流。那其实语文的部分，它不仅是沟通的工具，也是我们在思考逻辑的一个重要的工具，它更是一个艺术。那我是希望说，在未来的几天，我们各位大选手、小选手可以好好的交流互动，那也可以享受我们云林，尤其是我们斗六市的美丽。欢迎大家来到云林县。一年一度的盛会哈，尤其是看到我们今天所有进入决赛的所有的选手们哈，你们都非常的优秀，在县市的初赛、复赛，今天进入决赛哈，我们总共有2089位，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决赛的选手们，你们已经是入围了哈，那希望明天能够更好的成绩。因为我们知道哈，在台上的3分钟可能是在你们的要磨好几年的功夫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启动我们今天的大会仪式，群一